MLB 新赛季海外开幕战3月20号、21号一连两天在韩国首尔开打，不仅场上比赛吸睛，场边更有许多大咖艺人现身，现场可说是众星云集。玄彬和孙艺珍夫妻第二天就被捕捉到和孔刘、李栋旭分别坐前后排看球，两对 CP 猛换同框，让球迷超兴奋。去年升格奶爸的宋仲基也带着老婆凯蒂现身看球，宋仲基在场边激动应援，看得相当投入。有趣的是，在 Day One 的比赛中，韩国模范夫妻档池诚和李宝英就被捕捉到在场边甜蜜互动，还在 Instagram 上晒出手环照放闪，小两口结婚多年依旧甜到不行。而两人前方坐的正是窝里脸蛋天才车银优，只见吃着热狗堡的他被拍到时毫不知情，眼神相当专心的在看球，短短七秒的呆萌直播马上掀起讨论。有网友把两组画面拿来对比，让独自一人吃着热狗堡的银优顿时成了单身狗，实在是太可爱啦。而在21日的开场表演找来了女团 IDOL， 这也是舒华暂停活动后的首个公开演出，一连热跳3首，状态超好。